图哈，然后你也可以真的自己试试看，用第一角法来对的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，从前视图可以删成这样子嘛？啊，这里是左侧视图，啊，所以这里可以删成这样子嘛。啊，啊，再来，这个是上视图啊。上视图这边剪掉三个，好，再来研究一下，这里有三块啊，这里有一个圆，所以你看看。就是像这样子，所以它这个立体图就长成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就照着我们立体图哈来画完成线哈。这看不到道哈，好，我先放在这里好了。没有。好像不知道够不够。这里两个单位，这里四个单位，五个单位，这里上去三个单位，糟糕不够，糟糕不够，老师就稍微糟糕不够呢，差很多呢，差很多。好，我们就稍微哈，这里画过来，老师用平行的下去画好了，这样子就这条线还在，这条线没有，多画了，糟糕。去的，再来啊、再往里面三个刻度这里上来啊，所以我们这里你要画这一条线的一二三上去有没有？上去碰掉这一条线，这一条线碰上，这里才是，我们就可以找到斜面斜坡上面的线，斜坡上面的线，这边一个单位哈，跟这边一样。再画过去。
这里，啊，再来就是椭圆板拿来，好，找20的椭圆，啊，20的椭圆，啊，啊，每次用椭圆板我都觉得好痛苦，啊，这边画上去，有没有？再来换这边。画上去，好，好了之后把它接起来，这个图就完成了。好 ，OK。